谢谢 Amy。 那呢，我在这边就祝大家，应该是预祝啊，因为端午节应该是8月12号，所以呢，在这边预祝大家端午快乐。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。那在这边呢，我想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位坐在这边坐了很久，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6月份礼拜二生日，所以我想我们刚刚说的 Happy Birthday， OK， Moses， say hello to everybody， Happy Birthday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今天剩下来的 party 晚会， OK， 谢谢大家。